热呀。能够烧多久啊？开了吗？已经能听见那个咕噜咕噜的声音了。可以，我们把水烧开了。这把都热了。慢点儿。这个水多点儿，好，那正好，行，我上。好 ，OK。把那个掰开。我这个可以了，可以吃了。哇，第一次野外泡面成功，好香啊！饿死了我呀。我们回到这个露营地了，回到了我们这个小帐篷这儿。现在已经凌晨1点多了，刚刚看到头顶上有一条巨大的银河，等会儿拍给大家看一看。
晚安啦。